说到蕾丝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白色，重复单一的图案，浪漫唯美的风格。然而2013春夏时装周上，设计师颠覆了蕾丝这一传统的印象，无论颜色、图案还是风格，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。在 T 台上，多彩的蕾丝和软质皮革，拼透薄纱、柔美丝绸等不同材质的组合，拼接成为潮流热点。要知道，蕾丝如今已经不仅限于点缀花边，而是成为整套衣服的最重要甚至全部的面料。在这个春季，就用一件妖娆的蕾丝长裙把自己装扮成一个 fashion girl 吧。Vera Wang 每一季的作品总是带给我们无限惊喜，这一季也不例外。白色的百褶裙纯洁美丽，而全身复古的蕾丝设计为整场秀增添了飘逸的韵味。模特们身穿刺绣与薄纱层叠的梦幻面料陆续出场，仿佛一个个精灵仙子。其中树绿色的复古蕾丝让人联想到原始森林，清新动人，印象深刻。在印度风肆虐春夏时装周的今天， Vera Wang 也坚持将自己心目中的印度风展现在大家面前。圆形下摆马甲，褶皱花苞裙，蕾丝半透明裙摆，无一不在诉说着多彩的印度风情。尤其是那些金色的立体刺绣和闪烁光芒的小片珠宝装饰，奢华亮丽的效果让人怦然心动。本系列一开始以全白色为主打，首先亮相的是全棉的夹克衫搭配薄纱制成的舞蹈裙，接下来的出场服装大胆转变为 V 领，华贵的宝蓝色，神秘的薰衣紫，富裕的翡翠绿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而最后出场的耀眼金色则将全场带入高潮。